一会儿回你姥姥家，啥能说啥不能说，心里有数没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我们可还会回来的。我也希望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我们还会回去的。那你说的对，看我怎么拿下你。你放心吧，妈妈，我心里有数。能走了不？能。Later。最近你妈对你咋样啊，老叔？我妈现在对我可好了，做饭也可好了，洗衣服做饭都能干。姥姥要是问你，你就这么说。你要说错了一句，我就打死你。说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听解释。妈妈，我姥来了。嗯，不是你一天不动，我是不是心难受啊？啊？我快到了，你来接我吗？不是，那你俩还不赶紧去接？想啥呢？快去呀！ Later。 哎呀，你俩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姥姥呢？姥姥没回来吗？嗯。我不是让你们俩去接姥姥了吗？你们没一起回来呀？姥姥行李太多了，把后座都塞满了，所以我就没让姥姥上车。不是，那你不会让姥姥坐副驾呀？你不说除了你以外不让其他人坐副驾驶吗？那姥姥啥态度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一直也没说话。不，你啥意思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不让我跟其他女的说话吗？不过姥姥刚才打电话了，但是没接。为啥呀？因为那阵给你打电话呢。那你不会先把我电话挂了去接姥姥电话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打电话给你先挂了。我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对，就是你的错。你们俩杀。哎，知道吗？那个不是你听。哎，让公开门。